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父骑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610集。我们接着还是给大家做一些老五啊，这是我前一阵子收到的52款变形金刚当中我自留的12款玩具当中的其中一款，这个已经变成一个专有的实用名词了。那么这是来自09年 Scott Class 童子军级的深水炸弹。这个玩具呢，我在很多年以前我有它黑色的版本，那应该是我可能在变形金刚的节目分享应该是前30集的时候出现过那一款呢。年轻的时候不懂事已经把它卖掉了，那现在能够收到这款原色版本的这个真的是很高兴哦。那么它的电影里头呢是没有这个人物出现的，可是当年的玩具公司呢会将电影中出现的一些载具啊，尽管它没有变形成变形金刚，但是他们还是会为它设计出机器人的形象，或者呢它其实在原作的可能是漫画里头呢会有出现。 anyway 当年的玩具真的是非常丰富啊，后期的玩具呢有些甚至说有出现某某角色，但是却硬是没有把它的玩具做出来啊。举个例子，像变形金刚第五集啊，这个袭击啊这么大块头的玩具呢，尽管登场时间很短，但是官方就是没有推出它的玩具。那么这个 Scott Class 这个名字呢，现在官方已经不使用了，但是我们可以推算了，如果依它的价格低于 Deluxe Class 等级一个等级的话，那么它应该是对应到现在的这个所谓的核心级的玩具，大小可以看得出来相差的非常的多。那盒子的话呢，包装的形式也完全不同，当年的 Scott Class 呢是使用了这种吊卡的方式，现在则变成了盒子，哪一个好这个很难说。但是以保护的作用来讲，如果说这个核心级这里有个透明封套封起来，可能我会觉得这个还好一些，因为这种炮壳呢一旦割开就是一个彻底的包装的破坏了啊。那到底包装盒现在的玩具缩水多少，我拿出一个前一阵子啊官方的这个SS80 号的这个你看对比一下，这包这是 Scott Class 要应该说这个等于是它啊，然后就跟它对比，就上面的大小是差不多是一样的。我们来看一下厚度啊，也是非常的接近啊，你就知道这个玩具的包装盒呢在设计上呢已经有了非常大的风格的变动。但是我并不认为它不好，如果说它还是有这个透明的这个封膜的话呢，我觉得它还是不错的，因为我还是喜欢呢玩具盒呢方方正正的啊，可以对玩具进行一个保护的效果。这种吊卡式呢其实当年呢我个人没有说很喜欢哦，因为一旦割开啊就这个炮壳你到底丢还是不丢，这个就很难去抉择了啊。当然也是有人呢专门只留这个吊卡，如果你想要只收吊卡，那这个收藏的空间的话呢可以节省的更多的多。那它的人形状态理论上呢，如果按照载具是一艘这个算是巡防舰的话，它应该是一个非常大型的机器人啊，可能大黄蜂啊什么应该就只有这么大啊的一个尺寸。那它的一个可动度的话呢，虽然是一款 Scott Class， 但是拥有现在Deluxe 等级的一个可动啊。首先的话呢，头部是一个球形关节啊，可以上下也是可以稍微有一点点的幅度，但是呢我手上这一款的话非常的紧。再来它的手臂变形的需要可以往上抬，那这个二头肌这里非常的紧，紧到说呢如果你转的时候呢，如果你揪住这里揪住这里去转的话，可能这一块零件都会飞出去。那手臂的话呢，这里是一个双动关节，然后有单独一根可以动的一个巨大的手指，然后这里看得出来好像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手掌的感觉，然后腰身也是可以转动的啊。那腿的造型比较特殊，我们从它的一个侧边来看，它其实是一个黑色的一个像骨头一样的东西连接过来。站立的时候呢，它是这样子的，从这个角度给各位看，其实是两个船拆成一半，它一个斜斜的角度这样子去站立的。那它还有一个非常诡异的所谓的一个 battle mode， 就是一个战斗模式啊，说明书上是有这么样一个所谓的战斗模式啊。我们先把这个东西转到前面好了。战斗模式就是说呢，它是把这个腰部的话呢做一个回旋，然后呢把这个脚后跟，也都是这个船的驾驶舱的部分给弄出来，然后呢把这个腿啊这样的转成一个内八，转成内八之后的话呢，再把这个部分转到侧边来，
啊，记得这个转到那一把之后，我们把这个船这样子转到前面来。你看到这个完成之后的样子，你就懂它的意思啊。其实它就是一个，把船给拆成左右一半啊，这样子。说明书这个叫做战斗模式，这个确实是有吓唬人的作用啊。如果你看到你对面的这个敌方的军舰突然变成一个机器人，其实已经够强了，还要你从下面钻过去啊，这个确实是蛮吓人的。好，那各位知道一下就行了啊。那我们的话呢，就接着的话呢，把它变形成一台军舰好了。它变成军舰的话呢，是这样子啊。首先的话，我们把它的这一块部件，这个变形的时候，我记得我当年在玩黑色版本的时候呢，其实我是搞不懂它的一个变形的一个形态的。简单的说，它的这个弯曲的这个骨干就是要塞到这个形状里头啊，基本上就是朝这个方向去符合就行了。那再来的话呢，我们把这个两腿做个简单的合并。好，合并，这里，都把它给并起来。并起来之后的话呢，只要腰身是转正的情况下，我们把这个部件往前推，这里再往下放进来。到这里的时候呢，记得把这个两手臂转上去。转上去之前的话呢，我们可以先把这个部件，你看这个部件比较容易去喷啊。我手上这一款啊，它的卡扣的话呢就没有很紧啊，经过多次的把玩之后，它已经越来越松了。好，我们把它往上面放。好，到这边，那到这里之后的话呢，我们这个部件可以塞进来了啊。因为我们这两块黑色部件已经把它按下去了，那这两个部件中间还有一个结合的卡扣在这里，我们也把它给扣上。这个时间点是半夜，已经一点多了啊。那这里的话呢，稍微捏住它一下，转一下额头肌，透过这个双动关节到这里。那这的话呢，把拇指给推下去，然后这里有一个黑色的一个凸，那这里有一个这个组合的一个位点在这里，然后拇指再推进去。那另外一侧的变形也是一样的啊，先把它转到这个方向，拇指推下去，利用双动关节推过来啊，这个非常强而有力的一双手臂啊。好，到这边最后就是一些严丝合缝了。其实也没有说到多严丝合缝的部分啊，就是尽量的把它捏好看一点而已。那这个就是它的一个载具的一个形态。在电影里头的话呢，因为有很多美军的兵器出现啊，陆上跑的、天上飞的、水上游的啊，都有可能被做成玩具。那除了后面这里比较潦草，这个是货真价实的烂尾之外，其实它的正面来说，包覆已经算做得很好了。然后大大的博派标志，还有这个类似于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有隐形效果的迷彩。总而言之的话呢，以船的载具的实际大小的话，它应该是一个非常大型的变形金刚。那后面的这个部分，你可以想象它是里头有导弹之类的一个发射器，我们可以往两侧稍微掰开一下啊，可能有一个附带的一个攻击的一个手段啊。言而总之呢，这个是09年时期的一款 Scodercraft， 那现在已经没有存在的等级了啊。那就利用这一集的时间呢，给各位做这么样一个补完吧啊，我们尽量就把官方的变形金刚玩具呢能够弄到手的，我们就尽量把它收录到节目里头。那今天就进行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